带动啊。来，三二一，开始。谢谢你来，拜托了冰箱。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经常一起吃饭，然后我常常骑车去家里蹭饭，但是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那个聚了。我觉得跟你一起吃饭呢是一件非常家常的事情，它不像是跟朋友或者是跟什么任何人，它就是跟家人吃饭，然后很放松。所以请就是而且这个感觉就温暖，希望以后更多有机会可以在一起那个聚餐，希望你不要只是口头来，好不好？人真的要来，好吧？好，我跑完步就来。好，好，我要谢谢你邀请我来录这个节目。然后呢，我想你动心的说，你耳朵没有转，你动心的说，是你要听到我的才动心。我一直在动心嘛，对，我在转吗？没有啊，没有转，你没转很久了，哥，你的感觉。哎，但我是听到的咔啦咔啦声 ，OK， 好。我一直在转，他在转。啊 ，OK。然后呢？我用心点。我要谢谢你，就是说，那么不喜欢滑雪，还是愿意滑雪，陪我滑雪，一直在训练滑雪，希望你能够每次都能参加，而不是只是参加谢师宴，好吗？因为运动真的对那个。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好，对，希望你爱上运动，爱运动也是爱自己，是的，因为你爱别人爱更多一点，爱自己爱得很少，所以我希望你有时间更爱自己。我觉得你是我的一个幸福标杆，我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快乐大本营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拿出来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我。观众们都哭了。